responde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Este es el Perú Sangua. Chifa. Chifa es la de Chumban, ¿verdad? Chifa. Ceviche completo. 你来拌一下吧, 怎么吃啊? 他说是, 那是芒果吗? 这个可以吃的。 这个是秘鲁的特色菜, 打马的。 这个就跟咱们粽子叶似的是吧? 然后这粘的, 这是玉米, 是吧? 它是用玉米做的。 这个秘鲁的炒饭。 是吧，炒饭，秘鲁也叫炒饭，炒饭。甜品是什么 ？Bizcocho de tres leches，还有一个芒果球。然后这个人给我一个惊喜，就是来看花样年华。 梁朝伟是他的粉丝，是你的偶像，偶像说错了，花样年华。